接受输侪了嘛，实在真无用。阮姐姐拢讲吼，阮这个上有爱心的妹妹，啊，食饱伤闲，其实真无用。我吼礼拜一吼，搁顾学校顾路，礼拜二搁学校讲故事，搁大爱妈妈，然后还要彩排戏剧，还要比手语，然后在学校换下便服，又去买菜回来，又要赶快煮午餐给员工吃，就是这样，忙得很巴死。我其实吼，拄创业的时候压力真大，哦，因为逐项拢婆婆爱家己，啊，搁伫厝的，因为以前真正是真好命，伫上细汉的嘛，逐项拢有哥哥妈妈，啊，姐姐承担啊，爸爸伊啊，啊，来个嫁翁了，当然是咱就是有咱的家庭爱承担嘛，啊，搁囡仔出世啊，哦，啊，伊当初我就拢有呾心情会真歹个啊。阿伯啊，接触到看到大爱台了，啊，听书的话了，我就感觉讲，那些苦根本都不是苦啊，是咱家己一念之间，你家己转袂过来嘛。伊讲你的一念善啊，你就伫天堂；一念恶，你已经下地狱。啊，咱是安那伫这个歪中间，咱就歹互家己过到上伫天堂啊。是安那讲，哎，往生啊，咱才要上天堂，咱即马就他甲过到像天堂一样快乐。